陀佛，啊，欢迎，啊，欢迎各道场，啊，代表各位同门师兄师姐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马来西亚这波总密教总会大直角天仙堂啊庆祝成立25周年迎新与新堂城开工大典以及大法会的联欢宴会。现在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恭迎啊来自美国啊旧金山紫莲啊紫莲堂的莲花立会金刚上师啊入席。好，请大家喝水啊，我们喝掌。莲花立会金刚上师啊，得到。也请德王师兄来，大家掌声鼓励，欢迎一下金龙呈现迎上师入席了哈、啊、谢谢谢谢。这个龙是不简单的嘛，因为今天是龙的法会，所以要请天上的龙下来帮我们鼓舞一下。大家拍掌拍得越大声的就发大财，听他发财，大家肯定会鼓掌了哈。大家晚上好，那我是有奇，这位师兄，你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天仙堂的总务了，啊，莲花炳兄。啊，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天仙堂庆祝25周年的迎喜纪念及坛城开光的日子了哈。也邀请到，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这个来自美国的紫莲堂上师。莲花立会会上师啊，对的，莅临帮我们主坛了两场的法会，非常的殊胜。那么今天的天气啊，这两天非常的凉爽，对不对？真是不简单嘛哈。这几天啊，我们的尊敬的莲花立会金刚上师一下金龙坡的飞机，龙王就随着上师到大圣角啊，就在我们的堂前面盘旋了几天。这几天是不是连城下了很大的雨？对，上师也担忧，就跟着我讲，你晚上下雨的好睡觉，明天我要大法会，还要宴会，就要 stop， 是不是？啊，龙王很殊胜。龙王不止来到吉隆坡，已经来到你们大家的面前了。大家再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金龙表演，好，谢谢。啊，接下来我们恭请啊，这次庆委会的大会主席莲花黄尊明师兄致欢迎词。啊，无上的莲生活佛圣尊。尊敬的莲花立会金刚上师、法师团、助教、大会顾问、名义主席、各位同门师兄师姐、各位善信大哥，大家盘龙好。今天非常的难得，大家能够团聚一堂，共同欢庆马来西亚槟城州龟城区大三角天仙堂25周年迎喜纪念。首先我本人代表天仙堂理事，谢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出席今天的周年庆，因此此今晚的宴会声色不少。本人从衷心的希望大家往后的日子真佛祖还能蒙受各界的赞助与参与，使真佛密法能够发扬光大，永留世间。我能够来报答师尊的苦心，我们要也要让更多人了解真佛密法的殊胜。因此，因为真佛密法能够修身修心，能到
大道明心见性，了脱生死。师尊呢，他发了一个大愿，他怕我们不相信，他发了一个大愿，粉身碎骨度众生，不舍一个众生。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相信他。哦，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天仙堂。可是呢，我们来天仙堂呢，最主要是不为了谁而来，为了我们自己而来。啊，大家都会来的，觉得非常的欢喜。啊，谢谢大家，也啊，欧姆阿弥陀佛。啊，天仙堂今天庆祝25周年迎新纪念，还有平常的堂城开光的大典。我们除了在光华日报有刊登啊这个特刊之外，我也从光华日报啊他们今晚上也在这个会所会场啊义卖光华日报啊，为我们啊天仙堂华光功德会的啊筹募啊慈善基金啊，我们希望大家大力落力的发行支持啊。那接下来是我们今晚的千人联欢宴会啊的仪式开始。啊，首先我们大会恭请北海镇红雷将士筹委会的代表啊，莲花智孝师兄为我们主持鸣锣，就是我们以战鼓的仪式啊。我们请莲花智孝师兄，掌声欢迎。好，我们请大会主席啊上台。我们以战鼓来代表鸣锣，就开始打七下，给我们这个宴会圆圆满满。不能生气，给我阿弥陀佛。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再来一个掌声的鼓励一下，好不好？啊，等下我一喊一二三，我们就一起拉，拉了这个就剪彩仪式就代表开始哈。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好了，来一。就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哈，就是欢迎我们来自美国的紫莲堂立会金刚上师上台致辞一下，大家掌声鼓励欢迎。好，这么高可以吗？要不要这个台？对。嘴巴还有一口鸡肉还没有咽下去，哇，吃不了几口就上台，吃不了几口就上台。说什么话呢？这两天也说很多了。要说什么？你们要我致辞什么？现在正是晚上要享乐的时候，要轻松的时候啊，要说什么才好？这样子啊，我今天正好刚刚我们的法师说有一片这个 CD， 有人很多人在问说很好奇，但是你们的这个什么放入的只有在中间哈，两个在哪边，前面没有哈，怎么看呢？这一片值得看，怎么样值得看？是一只活的苍蝇，大家不觉得苍蝇是什么，还觉得很厌恶。如果在你前面嗡嗡嗡飞来飞去，
但是这一只苍蝇是有灵性的苍蝇，它飞到我修法的法座上跟我说话，跟我忏悔，希望我赦免他所造的业。如果我赦免他，原谅他，他就能够往生。这个听起来很奇怪，也不太可能，但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你们就知道真佛密法的殊胜，连苍蝇都知道来跟我们祈求，希望能够原谅他所造的业而离开去往生，活生生的一个录影带，他怎么飞到我前面，我赦免他，原谅他，知道他的因果，然后好就说了一句，好吧，我原谅他了，好吧，往生吧，就这样子一句话，这个苍蝇活生生的就翻，往后翻三滚就往生了，时间点非常配合。这一个片如果没有得看，导师可以大家结缘去 copy， 非常的让人家知道真佛密法的力量，也让人家知道轮回六道里面只有两道是有形的，人道跟畜生道，而畜生道都懂得来到我们的前面要求原谅他所造的业，而引领他去往生这一片，但是你们现在很难看得到。如果能够看得到，那就放来看，但是现在好像很难哈，很难，因为你们没有那个环境，没有那样子，所以呢就只能说到这样。那么你们要拿片，就莲花法师那边有，你就站起来。刚刚有到场，因为紧急刚刚录制，有同门录制，师兄帮忙录制的样子，那你站起来，刚刚有到场代表的一人一片，那其他的同门要的话今天就给他们好了，就留一些给他们，有到场的法师然后各方面给他们拿去看，这是证明真佛中的力量，实际上的力量，有眼为证，连一只苍蝇你说叫它走吧，它马上就走，如果是人有这个自知之明也能够这样忏悔配合，那多好。所以有灵性，什么道都有灵性，不是只有人，连苍蝇都有，很想让你们现在看，可是就只有这样子的情况录制很困难，让大家同时看，也就只有拿回去看，现在只能这样。好，那么再来还要讲什么话啊？随缘呐，反正就是不放过我就是了啊。也要唱歌啊？什么唱？我还没吃饱要唱歌啊？不是有很多节目可以看吗？对不对？很多节目，那么我们先让他们表演完，表演完，我记得很清楚，在1989年还90年，我们到新加坡也是这样在表演，八九十台，然后呢，师尊才坐下去，刚吃点东西，马上就请师尊上台要讲话，也就像这样桌子下面，师尊就走三步下来，他说：“我还没有吃东西。”所以没有力气讲话，我请莲花立会上师代表我讲话。我那时候正在喝茶，马上就烫到，代表师尊讲话，我被点到名就没办法，所以我就马上师尊下来，我就上来，就一步两步三步，我就要讲，想好话题。一般自己讲随便胡说八道可以，但代表我们的根本上师讲话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修行人每天要做7件事，这师尊早期教我们的，每一天要忏悔1件事，
你每天要做的事一定要忏悔，忏悔完了第二件事要随喜，看到什么人做什么事你自己没做到，你自己做不好，要赞叹，要随喜，要称扬，要赞美，不是嫉妒破坏，赞叹，要赞叹。第二是随喜，第三是什么？所以我们的修法不是说人家问你，你归真佛宗，你密教，你到底在做什么？每天做什么？可多了呗。不是只有一句话，修行修法，人家听不懂，人家会觉得很无聊。你要告诉他，我们每天的嘛，要忏悔，要随喜，然后要做什么？要回向，做什么事情都要回向，有一个目标，不是随随便便。我们要做什么？给自己消业，给家人消业，给家人除疾病，给自己怎么样？要回向，把所有所做的力量去回向。再来是什么？要学习定心，要做定心是最重要。你心不定，你做什么都没用。你要练习让你的心放得下，定得下来。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要做供养，你每天一定要练习，一定要做供养，像我们吃跟喝都有在做供养。然后再来什么？要来修法，要来说法。很多的修法是摆七项里面的最后一项，你随时随地都要说法，随时随手你来就要说法。因为佛法不是就经典，是随时随地，什么动静，什么草木，什么样子的一个喜怒，什么样都可以拿来当资料说法。所以以前早期师尊训练我们随时随地，不管跟任何一道，不管是畜生道也要跟他说法，不管是鬼魂道也要跟他说法，不管是天道也要跟他说法，都要懂得怎么去说，最后才是修法。所以我们每天很忙，所以修行者每天要做的清净法就是这样。好，那因为要吃饭，你看我一讲大家就不能吃，所以呢让我们继续再好好的欣赏节目，再继续好好的享受轻松吃一下，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来，谢谢大家。谢谢上师的法语开示，宝贵的经验良言，大家都有没有记在心里？再给一个上师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苍蝇都会忏悔啊，更何况我们是人啊。上师，我也要忏悔，不过我忏悔我还不要往生哦，上师，我还要继续留在做工先。接下来我们恭请我们大三角，也是这个区的麻将不过区的周议员 YD 李凯伦，周议员致辞。谢谢我们的这个大会司仪，敬佩的我们来自美国紫莲堂莲花立会金刚上师，还有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真佛宗密教总会大三角天仙堂的这个大会主席黄俊明先生，各位善男信女，各位大三角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非常感谢主办单位邀请小弟来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同欢共庆这一个这么充满意义的25周年迎喜纪念的这一个活动。我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呢，今天也有很多的宗教的这个仪式在进行着。在来这里之前呢，其实我们的马来同胞，我们的回教同胞，他们现在也是在进行着这个斋戒业，然后斋戒业他们也有这个开斋，也有邀请小弟去出席。然后今天晚上在本马当丁义那个天主教的这个圣堂也有他们的一个庆典，所以今天在大三角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达曼舍雷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真佛
中密教啊总会在大三角的这一个天仙堂呢，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别开生面这么盛大的一个场面，也显示出我们马来西亚大三角这个多元种族的这个社会啊，我们的这个啊各族之间的这个和睦的共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刚才我听上师的一席话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个刚才讲述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修法的这些道理呢，其实我想很多的这些宗教呢，其实我们也要更多的一些互相的了解啊，包括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其他有族同胞的这些宗教的，为什么他们会有斋戒业啊，为什么他们啊的祈祷跟我们的不一样啊，这些我们可以促成我们这个社会啊会减少这种因为误解而产生的这个纠纷。所以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啊，大三角这个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有这个庆典，我们旁边有这个天公坛在庆祝，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整个社会啊是多么百花齐放啊，但是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的这个生活安康，我们的这个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啊，我们的这个社会治安好一点啊。我最近也收到很多的这个投诉啊，因为治安败坏啊，这里这一带的这个阿里妈的这一区呢，有很多人来跟我投诉，讲最近特别是这些啊来打破玻璃啊，甚至进去家里偷东西的啊，就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我们面对的这个治安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除了要求我们的警察警方啊能够更多的巡逻之外呢，我们也相信啊这个修身齐家平天下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扮演好的角色，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啊，希望自己的子女不会误上歧途啊，不会变成这个啊罪犯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大家呢，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刚才也向我们的上司讲，今天我也是刚刚来到这里啊，听完上司还赶得去听完上司的这个一席话啊，但是我是想今天大家来这里呢啊，想要听更多的啊一些智慧的更有智慧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也少在这里讲一些政治的一些啊课题，免谈政治就少谈。所以我再次啊祝贺我们的这个大三角天仙堂25周年的这个迎喜纪念，跟这个新坛城开光大典呢，这个祝贺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啊把他们的这个业务，把他们的这个佛法，把他们的这个啊可以更加的发扬光大。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谢谢我们这一期的麻将文博的啊周议员啊李凯伦啊周议员。啊，刚才我们的 YB 有提到我们旁边的天公堂哦，也在庆祝，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呢？知道吧？啊，今天是农历6月初7，也是我呢尊敬的、尊贵的上师所选的日子，为我们坛城举行开光，因为今天是道教的开天门的大日子。啊，所以旁边的天公堂也是大肆庆祝啊，今天是开天门开天门的道家的好日子啊，这是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光华日报在现场义卖报纸啊，给我们天仙堂华光功德会的慈善基金啊，总共是688发啊，688，我们请光华日报的代表啊，与我们华光功德会的财政莲花海燕师姐来代表见礼，也请我们的华光功德会会长啊莲花尊明师兄
谢谢，好，感谢大家的抽出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今天电视堂庆祝25周年的迎喜纪念及坛城开工的宴会声色不少。今天晚上的千人宴，代表电视堂向大家说声万分的谢意，谢谢，没有掌声啊。好，感谢。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小弟来献唱一两首歌曲了。那么啊，因为我们美国的慈联堂嘛，他们要建庙也要盖庙的基金，那么我们就代表美国慈联堂来向大家慷慨的捐款，大家多多益善。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一边唱这歌一边走下去，可以吗？啊，你们没有讲可以，我有一点怕怕嘞。可以就掌声表示一下。我们请师姐，哦，因为师姐嘛，阿林看过你怕不惊了哈。好，让大家有个机会做个功德，跟我们美国的上司慈联堂寄个言，大家再来掌声鼓励，谢谢你们的热心善事啊。那么接下来，等下那个筹款的项目呢，我们点数清楚后呢，再向大家公布出来。谢谢大家的支持，好，谢谢。那么接下来由我们的啊总务，你这边爬岗务，我先秋挂。你这样一点时间给我，好，没问题，没问题啊。现在我们要恭请我们尊敬的大三角国会议员Whitey Steven 沈志强国会议员，好，为我们讲几句精话，好，看有没有 Magnificent， 来，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我们的司仪先生，我们的尊敬的这个金刚上师，从美国来的，我们各位法师们，各位这个真佛宗天仙堂大三角天仙堂的各位理事会们，各位大三角的同胞们，大家晚间好。小弟今晚比较迟到一点，为什么？因为好像刚才这样，我在另外一个宴会的时候，我说今天我是傻逼。什么是傻逼？因为刚才7:30的时候，我就在Taman Sri Janggus跟一般的我们马来同胞跟他们一起开斋戒，过后我就去这个马当丁义新村跟他们的村里面的这个基督教他们是50周年，现在来到我们这个天仙堂的这个宴会，所以今天是傻逼，有回教，有基督教，跟有现在佛教，所以很开心今晚跟大家一起。我在2010年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佛教徒，我是基督教徒，但是我2014年的时候我就去这个斯里兰卡去一个政治的大会，去那边开会的时候，我就见到几位出家人，几位法师，那边是南传的法师，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政治的论坛、政治的大会还有法师出现，有出家人出现，我就很奇怪的、奇妙的，因为我们比较多的是北传，所以法师是不能参政，所以我就去问这个其中一位法师，我就去问那个法师，哎，为什么你们在斯里兰卡出家人也可以参政？他就给我一个答案，让我想一想，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答案。那位法师就说，因为在斯里兰卡，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人痛苦受苦，因为政治的人不好，所以成为一个修道人，成为一个法师，我们有学佛经，我们有学佛学的，更加应该帮世人脱苦，就是他们选择这条路。小弟不知道是对不对，可能要我们的法师上师来解释，但是我觉得他的答案给我一个很好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宗教
可能我们的政府看宗教看比较歪，不管是佛教或者是基督教，一包括回教，我们会很奇怪哦，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是非回教的宗教才给这个政府编年画，但是不是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的这个大学的大学，他们就组织这个回教的组织，这个大学生回教的组织，不要给他们做活动，因为他说哇，你们回教的哦是本干呐，是这个恐怖分子，是 terrorist。所以虽然我们是回教国，但是回教也是，你说政府也是很小心看着这个回教。要不用讲了，我们基督教或者是佛教，然后现在我们有看到最新的新闻，就是他们要介绍，要我们的孩子在私人大学，如果是政府大学不一定，在私人大学也是要他们读这个回教的这个课程。所以在马来西亚，宗教是给大部分的人看了，是你在旁边你做你的东西，你不要参政，你不要去管这么多事情，你在旁边你做慈善就好了。但是这个斯里兰卡的那个经验就告诉我，其实宗教有一个很大的角色，在社会里面可以做很多东西，可以帮到很多人。好像我讲的，虽然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我也是有读一些佛教，比较多读这个南传的。所以在南传法句经达曼巴达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这一句就是萨贝达那达玛达那吉那蒂，就是说在种种的这个那个是巴利文呢，就在种种的贡献，在种种的奉献上，最珍贵的奉献是真理。这个是法句经记录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很多东西奉献给佛，很多东西奉献给神，很多东西在我们宗教做很多事情，但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也是真理，也是讲真话，也是道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学校，我们知道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小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很难，也是可以很难可以学到真理。因为什么？因为去学校是学知识，是学 information， 是学 skill 智能 information and skill， 很难要学到道德。所以我们好像我们的这个真佛宗天仙堂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跟学校一起，我们的教育制度一起，教育很少教真理，很少教这个道理，我们就代替这个我们的学校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跟这个基督教，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讲的，在我们的教堂里，我们有那个责任去教导。因为你看，你开你的报纸，你看电视机，或者是你看 internet， 有很多讲谎话，有很多假的新闻，假的资讯。所以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人有那个责任，就是要传播道德，传播道理，传播真理。所以这里我也是长话不要多说，只要感谢我们的这个天仙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25年了，因为我第一次来是2008年，我有来过一次，可能我们的那个主席也是忘记了，但是我有来过一次，因为我的好朋友林永汉同志也是在这里很活跃，所以我要感谢他们邀请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可以担保，在我们大三角这个宗教的组织，我一定会支持，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活跃的宗教的角色，我们要宗教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教导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所以谢谢你们，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晚宴。 Thank you。 这由我们的总务陈炳雄师兄为我们高歌一曲，他要所唱的这首歌曲是小丑，掌声欢迎金牌师。
之一，叫我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很有菩萨的味道啊，就是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欢乐带给大家。也以这首歌供养给我们的尊贵的金刚上师，诸位法师。你怎么会孤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大家都看的也看过，跳的也跳过，你们想不想听我们的尊贵的金刚上师唱首歌？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哇，三次的要啊，上师，有请我们的金刚上师，谢谢，掌声鼓励，欢迎，请大家站起来啊，我们再热烈掌声啊。
恭请我们的尊贵的上师。上次你要带来什么歌曲吗？我记得是在哪一年，在你们的这个晚宴，有唱了一首《最后一夜》。最后一夜。然后你们把它录起来，好像是在半一半的时候录起来。我想听听看。听听看。有没有？有没有那个袋子？没有。袋子。有没有那个袋子？你说有，有没有？啊，袋子。上次唱的那一段的有录到吗？哦，没有带来哦，上次没有准备到哦。没有，没关系，临时的。那么要我唱歌，我很少唱歌，那时候十几年唱的，现在还要唱，实在是有这个难得有这个机会。我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吗？好。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我试试看这个音对不对啊？再来掌声鼓励，欢迎难得可贵我们的金刚上师带来高歌曲。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2000年，再久一点，1997年，他们也是一样，
突然之间在吃饭的时候希望我唱一首歌，我说我的嘴巴是说法，不是唱歌，如果想听我唱歌要随缘赞助。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说好，随缘赞助，然后我要看那个赞助的数目值不值得我上台唱一首歌。结果他们就开始，只有25台位啊，25台，只有5台是真佛宗的弟子，20位是外面的人，商业的人。结果筹下来，他们告诉我，上师，这个数字可以请你上台唱吗？$40,000。结果今天你们免费听同样的一首歌，因为那时候密仪雷藏寺要筹建雷藏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钱，我叫他们$40,000去买100万的教堂。他们听了，他们说我们没有钱怎么办，我说去签，钱的事情包在我身上。结果他们签下来，我马上就带几位法师飞到德州去，我告诉他们不要吵我，给我3天闭关。所以他们就给了我3天闭关出来，我说观音菩萨说这一次我来可以帮你们筹款$37,000以上。他们马上大家嘴巴张好大，可能吗？我们就只有20几个同门，可以筹到这么多钱吗？我说不要说你不信，我说出来做不到，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不必在江湖混了，不要说你信不信，说了就是了。结果3天后我们就在这样子的晚宴吃饭，他们请我唱歌，我就出了这个主意，然后就开始没有东西义卖，没有拿任何东西出来义卖，就是只有唱歌，就只有讲话，连讲话都要筹款了。然后全部结束以后，主席冲上台拿着麦克风，很激动的一直发抖的叫，上师3天前告诉我们会为我们带来多少的筹款，告诉大家，他说$37,000以上，现在刚刚算了总筹款，总共筹到$375,000。哇，全场大家都疯狂的拍手，这样子把他们一半的钱付清，才有办法银行因为私人的担保才贷款给他们买下现在的教堂，师尊给予密仪雷藏寺。我这一生，师尊说他建49间雷藏寺就要离开了。当我第一次听到师尊讲他要建49间的时候，我心里很自然的就对自己说，我要分担18间，现在已经14间了，还有4间，所以有缘我就会去帮，因为既然我是再回来做事的。今天听到我说过，我1989年医生宣布我2次没救，我是被师尊救回来的。我妈妈带我去谢师尊，跪下来说谢谢师尊救我女儿的命回来，她有4个小孩，如果师尊没有让她回来，小孩子怎么办，很可怜，谢谢师尊一直办。我也跪下来跟师尊讲，我说师尊谢谢您，您知道弟子修得不好，所以让我再有机会回到世上修得更好，做得更好。师尊，我会答应你，我会告诉你，再一次我走的时候保证让你追不回来。那时候我跟师尊讲，我谢谢你让我回来继续修得好，继续做得好，我不是谢师尊让我回来拥抱我的小孩团圆一家，
我从回来到现在24年，我留在家里的时间少之又少，我没有办法跟一般人这样子跟小孩吃一顿饭过一个节，他们几乎从小就没见过我，我只能默默地把我的家人放在我的心上。30几个国家就在20几年不停地走，一个国家就像马来西亚有100多个道场，那个叫一个国家，我走30几个国家，一个国家有这么多道场，你说怎么做得完？所以哪有私人的时间？但是我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心态，我默默地回向给他们，我做什么事我都观想他们跟我一样在做，潜移默化，我的小孩并没有在我身边听我怎么样教他们，看我怎么带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佛光铸造之下，让他们的意识当中自然接受这个光明的能量一直在铸造充实，他们自自然然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发生，灾难发生，也就在光明铸造的能量累积当中从中化解，逢凶化吉，大化小，重转轻，小化无。所以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天天在身边就表示做得好，我的小孩都离我很远，但是今天因为我重向这一个弘法利生的路途，他们一个个健康平安，最重要接受了我给他们的思想利他，做什么事情要做以前，师尊曾经这样子教过我们，我曾经问师尊，师尊这个事情做好不好，这个事情做好不好，那个地方去好不好，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办法每一次一有问题就找到师尊可以请示，师尊就这样教我，从今以后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做好不好，这个地方去好不好，不管要怎么样好不好，你就这样子的想法，要做这件事情以前你就想这件事情是利益他人多还是利益自己多，如果利益自己多不利益他人，这件事不要做，这件事情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这个事情可以做，这件事情只有利益他人不利益自己更要去做，师尊当年就是这样子教我，我就记得师尊所教的这一种衡量的想法，这个事情做了是利益他人还利益自己，如果双利我们去做，如果这个事情只利益自己不利益他人不要做，如果这个事情利益他人只有利益他人对自己一点都没有利益更要去做，告诉大家这就是真佛密法，只要你的方向这样子去走绝对没有错。我的家人也有灾难，可是这灾难当中我们都秉持着这样子的真佛教导，师尊的加持，一关逢一关一直化解，一关逢一关，我是个小孩真的是做得很好，没有我在身边这样子的教育，但是我们弘法每次都想他们，任何时候修法都想他们，光明铸造他们，灾难到疾病来问题多烦恼多就想师尊放白光铸造他们，人际关系不圆满小人多怨敌多就想红光铸造，让它增加人际人缘的光明，想要更加争取福利财力
就像黄色的光柱罩，让他们满满的黄色光明，吉祥如意。如果有冲犯、有障碍、有任何什么问题，就像蓝色的光，我们就照着师尊所教的习真怀珠结魔的想法去回向去修，自自然然就逢凶化吉。我的小女儿在前两年大学毕业，她给了我一个惊喜，请我去参加她的大学毕业典礼。等我进去的时候，满满都是人，一万多人，美国人。想不到当初的毕业典礼的几千名学生，竟然唯一的一个华人代表就是我的女儿上台致辞，感谢我用这一种真佛教育培养她出来。她说她虽然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可是她仍然记住她高中初中的学校紫莲学校的创办人，她没有讲妈妈，她讲创办人。在最后的时候，毕业典礼给了他一盏灯，告诉他从今以后你拿到这一盏灯，点亮了这盏灯，你就不能再做没有光明的人。从今以后你点燃了心灯，你从现在开始要去照亮全世界。所以他说他做到。所以那一天我讲他连去四川去游学，他都利用那个假期，四川大地震，进到青川、汶川去帮人。一个女孩子背着行包去摄影，去找出哪一些人有什么困难，有哪一些人被埋没有救，去摄出来，马上传到山下，人家就进来。他能做到这一点，一路走，一路观想师尊住点，放光铸造。在北京大学也是一样，参加各种社团，全部都在放光铸造。所以呢，这是真佛教育的成功。所以刚刚听到秉诵师兄讲，我们在美国，我们是在美国办教育的哦，不是在东南亚哦，是美国政府承认的教育学校哦。所以呢，在那里做得非常不简单，尤其是佛教。现在你在马来西亚，你看宗教多自由。刚刚在国会议演讲，你看基督教、天主教、什么佛教、穆斯林，是不是？大家都非常的公开哦，这样子的蓬勃，我们现在在美国才要开始，70-80%都是基督徒，佛教徒很少，所以我们要在那里不简单。所以刚刚听到师姨唱两首歌很好听，去跟大家募款，很感动。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也许你们不知道，但是对于我自己的心，我绝对不会让赞助紫莲雷藏寺、扶持紫莲雷藏寺的人的灵魂没有任何的作为。我一定保证，只要是凡是赞助我们，我要让他们一定上天为止。这是真实的吗？我每天修法回向，我所有的大小法会报名表、护摩墓都回向，到师尊的法会我都不放过，我都参加主席者，不管是在台湾，不管是在美国，我每个礼拜只要我在那里一定飞过去。在美国我是每个礼拜天飞飞机去，早上第一班飞机，晚上最后一班，我都回向紫莲雷藏寺外所有赞助扶持者，夜宵福增，善缘速成，光明清净，早日成就，没有停过。有一次师尊主持净土三尊，我已经报了一个主持者了，结果有人说，哎，净土三尊在台湾好像只要报主持者的祖先都能够往生净土哦。我一听到马上最后5分钟又跑去拿主持者的单，又写下所有赞助扶持紫莲雷藏寺者的历代祖先全部往生。哇，你们看看哦，
不只是你们不辞，连你们的祖先都要走，都一定要上升。因为我看透了这世间，我是死过的人又回到这世间来的，死了无数次了，都在边缘，无常一到马上什么都没有。我是飞到天上跟师尊在天上跑的人，我不愿意回来，他逼着我要回来，他说你事情还没做完，所以我只有再回来做。我现在是在做要做的事，该做的事，很多事情明明白白，但是没有经历的人很难明白，很难知道。我是22年的基督徒，变为今天的佛教徒，所以刚刚听到国会议演讲说他是基督徒，很好，很熟悉。我现在家里还有拜佛，还有十字架，还有耶稣，还有圣母玛利亚，这都是帮我今天垫底到佛教徒来的成绩。如果没有以前的基督徒这一种作为，我今天也许没有办法随时随手拈来可以表现，这是从小训练起来的，所以我很感谢耶稣、圣母玛利亚，在1999年显现在我们美国旧金山我们的子联学校的功德墙上，电视 CNN、CBS 很多的大电视台 2020 全部都到我们学校去拍你，因为在复活节前会有耶稣、圣母玛利亚降到佛教的学校，是什么意思呢？这应该是降在他们的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地方，怎么会降在我们子联学校？所以这个那一时候的事情很轰动，每天这些天主教、基督教的牧师、神父、修女，很多信众都来我们学校。如果要找资料，我们都还有很多的资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的故事，要讲3天3夜讲不完。只是今天先跟大家这样子的谢谢甜仙堂，因为25周年，那么我们有缘来聚会，啊，那么也很多的同门很发心，啊，我随意，我随喜，但是在这里祝福大家，因为你们有这个功德，我也不会忘记。为什么我要这样回向？真的，即使我今天修好了，我可以上去了，我还是仍然要下来。因为有一年我世界弘法回到子联堂，我上香跟师尊坦诚的师尊顶礼说，这一次去哪里弘法，一切承蒙师尊的大力加持，功德圆满，感谢。这个时候师尊莲花童子就讲话，莲花童子要开会，我说是，然后我就回头就走了。结果我就想到，哎，他说要开会，在哪里开，什么时候开，我忘了问，但是他这样讲随缘，啊，自然就会安排。隔了2个礼拜是莲花童子圣诞，我们紫莲堂做水供法会。当我被迎香出来上香的时候，就听到他们说莲花童子开会，我说是，所以就开始进入情况。入三摩地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出窍，就上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摩诃双莲寺，我就看到大白莲花童子坐在，哦，这个法座上，旁边啊稀稀落落，没有什么人回来，还没有回来，所以我就很快咻马上就飞到师尊的前面，我就跟师尊讲报告，我回来了，报告。大白莲花童子就说很好，回来很好，带回来几个。我又回头报告，没有一个。大白莲花童子说没有一个，回去，哇，我就滚回来，滚回来我就出定，我就看到满满的人坐在我前面，
怎么带大家回家呀？怎么带大家回去啊？我可以回去，但是你们怎么回去啊？你看连我回去没有带回一个都要被赶回来，所以我认了，如果没有带大家回去，我认了，一定生生世世陪着大家，直到大家都回去为止。这是莲花童子的誓愿，没办法，不共同许这个愿都没办法。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讲，不要只有表面，真的，你只要用心修，不要只有表面，念佛归念佛，看佛归看佛，想佛归想佛，不要只有这样子。你不只是念，你不只是想，你不只是看，你要把它勾过来，进到你的心里，安住在你的心里。你的心中，你随时看，就有佛住在你的心莲上，随时放大，随时缩小，随时跟你一样，随时变成这个城市、这个地球、这个虚空。你只要时时刻刻这样子想，每个人一定不一样。净土在哪里？不在那么远、那么高，是在你的心。只要你的心有佛安住，就有清净的时刻，你就能够往生净土。很多人怕缠身你，怕冲犯，我往往都告诉大家来问世的缠身你，如果没有办法得以引领到我身上来，为什么我不怕？因为我心中有佛，当佛放光，这个禅身灵进到佛光里，就是进到佛国净土，就能够去往生。你心中没有光，没有佛，当然就怕，这样明白吗？不要怕。所以今天的真佛宗、真佛密法，就是在叫真正的，不是虚伪的。一个佛教老师，一个佛教老师要告诉大家讲真理，就像刚刚的国会议员讲真理，他要大家真理，要讨论真理，他就拿出了一束花。在还没有讲真理以前，我要让你们闻闻看，有没有闻到我手中拿的花花香。二三十个学生，有两三个说，我闻到了。只有你们两个闻得到吗？没有其他更多人闻到吗？老师就拿着手上的花就开始走在学生里面绕，接着就来五六个就说，哦，我也闻到了。然后其他说，我闻到了，闻到了，好香啊，老师什么花那么香。哦，全部里面都举手闻到了，只有一个学生说，老师我真的没有办法闻到，哎，我怎么试都没有闻到，哎，怎么办？老师我真的闻不到，我真糟糕，大家都闻到，就是我没闻到。老师说，你真的没有闻到吗？就把花拿到他的鼻子前面，你闻闻看呐，怎么会没有花香？这个学生就一直吸着鼻子，结果告诉老师，老师我真的闻不到，一点都没有花香的味道，我真的没闻到。老师就把花拿着退到讲台。什么叫真理？我手上拿的是塑胶花，什么叫真理？谁闻到了塑胶花的味道？什么叫真理？你们说呢？啊，这世界上有谁可以讲出真正的真理？不虚伪，
真实的，今天就是真佛宗的莲生活佛，他所讲的，他所教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意会的，可以得到的，可以知道的。我就是从中一直在学，所以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滋味，所以我得到这么一些滋味，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跟见证。不要只有看表面，不要看外，要看内，有没有只有自己知道，这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共享，希望天仙堂这么好的名字，天仙，只要讲到天仙就微笑，怎么会有甜酸苦辣呢？天上没有甜酸苦辣的，只要你们这一世在这一个道场好好的修，好好的做，你们天上的果位已经安排好了。大家一起来，每一个道场，每一个行者，每一个真佛弟子，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就像我刚刚讲的，每天要做的七件事。首先要忏悔，一个人有问题都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错误，你一定要忏悔。身体脏了一定要洗澡，就像我来到这里一天要洗两次三次，受不了一下就流汗，不洗就难过，要忏悔。忏悔就像洗，肮脏了就洗干净了，再来要水洗。不要因为你做不到，你别人做得到你就嫉妒，你就破坏。一定要赞叹，一个会赞叹别的人，他心一定是打开的。一个人的幸福，一个人的成就，不在于他拥有的多，而是在于他计较的少。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容易计较的人他一定不快乐的，水洗的人一定是快乐的。所以忏悔、水洗，再来一定要供养大礼拜，供养，再来一定要回向，再来要修定心，再来要说法，再来要修法。七天下来，七件事很忙的耶。修法是最后的，你前面修了老半年，前面都没有做，没用的。修一百年还是一样倒退的。我是按照师尊所教的，去实实在在的做。所以呢，也把我个人的心得很诚恳地跟大家分享，希望每个人都修好，家庭好，社会好，国家好。就像刚刚听到治安不好，修行可以把治安改好的。像我去巴拿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去餐厅走到什么公司外面都有扛枪冲锋枪在守卫的，心情很糟糕，很干，很难过的，到处看到枪表示不安全。可是经由这样子的修，大家这样子的修，到现在巴拿马没有再看到冲锋枪守卫在餐厅、守卫在银行、守卫在任何的卖的超级市场所有的地方了，没有看到。同门各个以前都担心被抢或被抢，现在都很少听到，就是修。修到巴拿马的总统夫人请我去总统府为巴拿马祈福，这是真实的，是2008年真弘历法的书舍，这是真实的。修到中国的国务院把我登在60周年的华人的这一种创世的这一个书刊上，所以真弘历法真实的书舍，真实的了不起，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祝大家一切吉祥，清净自在。Om Mani Padme Hum。
这还要唱歌吗？上次这首歌呢还要不要唱啊？好了哈，那难得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再掌声鼓励一下，感谢我们的上师的金玉良言，大家要铭记在心哦。大家上师的苦口婆心，希望大家都晓得。那么来再听听我们的金刚上师为大家呈现这首《最后一夜》的歌曲，掌声鼓励。这是我在1989年知道自己在这世间上最后一天了，所以很喜欢唱这首歌。你不爱，恼人无辜，何不轻追人春秋？良言有谁为挽留？耳边雨轻柔。一片
这次刚才我们金牌十一有唱啊，唱歌筹款啊，赞助啊，只能雷将士的一款啊，承蒙大家的发心，总共筹到马币3418啊，谢谢大家的慷慨的捐款，我们请我们的大会主席郑明师兄把这个啊。刚刚应该是出去唱歌筹款，所以会比较多，没有关系，以后有缘再来。你唱得很好，谢谢三哥，谢谢，谢谢你们，马来西亚，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这次我们庆祝25周年迎西纪念与唐城开光的庆委会全体义工到台上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各位啊，皈依根本传人上师莲生师父，礼敬根本传人上师莲生世尊啊，师母莲香金刚上师。四年龄金刚上师世界中务委员会啊，马来西亚政府中立教总会，也礼敬我们尊贵的莲华立会金刚上师啊，诸位法师，智慧中天心堂今天晚上庆祝25周年成立迎西的纪念以及新唐城的开光大典，也恭请了莲华立会金刚上师啊，辛劳的为我们主堂两场大法会，法会吉祥圆满，殊胜万千。我们庆委会衷心感恩啊，根本传人上师啊，放光加持这次的活动庆典，也感恩诸佛菩萨。不法空行啊，大力加持啊，所以我使这个盛宴非常吉祥圆满啊，也特别感恩我们的金刚上师啊，唯一天仙堂放光，也感谢龙王诸尊放光加持天仙堂。我们这次除诸佛菩萨的放光啊，也感恩各道场啊，各分堂各同修会同门师兄姐你们的落力支持，我们永记心怀，感恩不尽，也感恩啊各道场同门师兄师姐啊赠送这个鲜花啊，来点缀这个坛城，使坛城庄严啊，非常的庄严啊。我们也特别感恩大家的落力支持，我们天仙堂将来就是。好像马立总、立教总会啊，莲花城主金刚上师的展望，将来的10年应该要有一个计划啊，要踏实这个计划啊，我们才能把这个尊佛法脉继续的飞，继续延下。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如同风吹沙散啊，还是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庆委会大家手拉手啊，大家手拉手，我们今天大家手拉手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大家的合作啊，大家的发心啊，大家在真佛密法方面的精进，发扬真佛密法，我们继续尽量更多的、更快的把真佛密法传入世间啊，以满我们师尊的心愿。我们大家一起向大众来一个鞠躬，一鞠躬。啊，感恩大家的扶持，谢谢大家。
也感谢在场的所有的善心人士，刚才有所赞助慈美国慈莲堂的功德，大家谢谢你们的善心的慷慨的捐款，功德无量，阿弥陀佛，谢谢谢谢。在这里我们有一位今天的法会众多的出家众法师来扶持，我们这边有一个公证仪式大家可以到前面来法师都在可以再来供养现在可以开始谁要供养上师法师都可以到前面来随心供养好，那大家小弟再为大家唱的首梅兰梅兰我爱你，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好不好？来，前面如果要供养上师法师的请到前面来梅兰梅兰我爱你